经没有了。对，这边的话，其实刚我们可以看到他的 Q2 出去的时候，其实他是稍微有点，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开 Q2，可能也是在担心对方的一个位置。跳上来了，超级凶，不过已经被虚弱了。米考只能交闪拉开他一滴，闪现的 Dam 的被下，虚弱还是成功拿下。后续再一个水球逼掉闪现的 Mako， 拿下人头，不过自己也是葬身在对面的塔下。这一波下路 EDG 一波的一换二，李星哦。要塔杀的李信这边要塔杀的话，当然也是有他的强，就是他有一个蛮好的位移性质，就是杀完人之后可以顺利的再走出来。只是比较可惜的是，因为你的下路双线其实已经陷入一个劣势，这边要进来，我觉得算是一个还蛮好的机会。哦 ，Deft 残血没双招，这个拍一下就拍死的那一种，哇，直接拍死。Mako应该也是倒了，连 Mako 也被留住，哇，这是直接硬打，而且布朗姆没有死。一个扛塔非常漂亮，这个回复量。但是如果你被大量的这样 poke， 其实还是瞬间来讲还是吃不消的。对，我觉得还是要就是角色弱，因为你伊泽瑞尔毕竟还是需要一点白雾，是不是？想要硬打，结果塔没守住，反被反踢回去。厂长一打三，还是一被三打，进来的胖想支援，先打一个辅助。不过厂长已经倒下，瞬间后面纳米也已经感到伊泽瑞尔的到来，手下李信之后，后面胖也是拿下 double kill， 回到了上路的对决，帽子跟燕的一个单挑。不过后面是一个辛朵拉的到来，一个推死了伊瑞利亚。我其实至少是打到人头上的交换，那我还要多拿一座塔，也是收塔的钱，还是算是蛮赚的。哇，回到了河道边，李信好高，六人打八的，又是把胖打到了三分之一，哦，没有打到一半血之后起来的瞬间，哇，两个大绝一起炸胖，没有炸到两颗头，现在应该是非常开心。在出装层面应该是选择为振奋为第一件的起手装。鲁波塔又来到了上路，继续带风向，狂浪猛击推了，不过后续的晕眩没有接续。Q 有状况，扛塔的纳尔搭配李信套伤害进塔强杀，哇，纳尔被扛死了，哇，真的是硬扛就是要你命。前面有聊到，就 Egg 老师特别提到帽子这个点去打，直接过来，上半部没有任何人，尤利亚开启大绝要硬扫，不过塔应该是守不到了。燕选择往前一个晕眩晕到之后往前走，狂浪猛击推在墙上，李信硬踢一个大绝 combo 接近拿掉了帽子的人头。看起来连上位二塔都可以拿掉，其实都有看到他的这个 gank 的一个身影。对，哇，又是在往上，这不管谁，他其实没有打帽子，他是谁在上路就打谁。哇，一个冰剑命中的是血池上来的胖，被打出的四加被动，冰的猎血是空掉。哇，是一个看起来是像预判了，因为毕竟往前硬打就好。帽子来到了下路，其实还是要打帽子这个点啊。吕波塔又来到了下路。这个剧本其实跟刚刚推上塔的时候还蛮像的，所以 EDG 也是很快的 call 了 Clear Love 这里来附近做 cover。不过好像又是一堆他没有的，又走掉了，被踢出来的 Mouse 无双龙贴在脸上，两个普通一个抛也抛死了。你前面就已经被做的这么惨，你竟然还敢主动 Q 出来，应该是你队友要来的吧？就也没有。哦，这个推到大绝一套秒掉 Mako， 倒在自己的中外塔，这是我们认识的 EDG 吗？怒了，真的有点厉害，因为队友没有过来，看起来是他并没有做过太多的沟通，就让自己要去抢。你前面去杀这个伊瑞利亚的时候，只是看起来是只有一个人，但他现在里面是站着三到四个人去守这个红 buff， 看起来这红 buff 可能比伊瑞利亚还重要。直接开海浪想抓胖爷，赶到一个腰带搭配硬抓，布朗姆倒下，后续龙之后都轰了下去，胖二度追击连到了，也到了，看起来也跑不掉了。哇，这个脑倒下位置其实不是太好，他虽然是有交传送，但是在现在后面是一个孤立无援的状态，而且他已经要变回小状态。他一开始进去的时候 ，Reaper 还是有点太照进了进去，就是他的这个加油线没有真的推到前面，然后这个纳尔的 TP 也还没就位。哦，这边要硬抓了，往前踢了纳米之后龙针，哦，没有，这边是一个虎啸大绝，神龙摆尾，神龙摆尾。哇，我真的又把葛雷夫跟这个哇往前一推推死了。哇，这一个伤害。啊，这边后续找点机会来单抓你的人。对，刚出现一个状况，真的李信跟葛雷夫的技能是会混淆的。这是我之前有看，就是另外转播也是，就 Rex 也又遇到这样的问题。我觉得是这正常的，这样会混淆啊。伊利亚倒下，让一个人扛着胖准备变大。哇，巴龙是由 ITE 拿下，而且燕并没有倒打的，其实是 BO 三 BO。对，可是没有打 BO 外。这 BO1 是有什么影响？哇，这边三个人点是被抢开了，直接是被布朗姆的盾给挡掉。在前面的胖一个人单身搭配伤害收掉了艾希，这是一波反打。前面的燕被留住，跳开位置，不过准备变小。哇，神龙摆尾一个踢到四个，救了自己。而你去帮助纳尔，其实我觉得没有太大的意义，因为他一个人其实就可以压制住对方了。哇，纳尔太嚣张了，想要一个打三个，因为晕眩晕两个人，炮眼硬打，他怎么可以啊？直接把帽子给打死，而且还要继续往前追，其实往前跳，不过炮眼并没有中。后面是 Mako 的赶到一个补血，把纳尔的天使甲是由胖这边打出来之后，四个人的赶到，纳尔起来之后被四个人给围剿，哇，他直接打倒。我觉得 ITE 现在这样子有点算是浪费掉他们大部分的一个优势哦，艾希。那变成说你必须要开到正确的人，
就如果你这个艾希把大姐交出去，变成他没有一个先手的宝剑来了，冰剑中，这远的距离有着两秒左右的时间往前一踢，吕莫娜一个打闪，硬踢可利伯勒直接进来秒掉，直接进到后排，再度的进场一个大绝伤害，这也是不足以影响。哇，艾希还活着，一个上路的燕一推二，留住胖妹留在最前面倒下，这是一个消档。EDG 剩下的下路双人组应该是无法阻止 IT。哇，那这一波哦，四个人的吃八龙。对，我觉得这一波话艾希打得非常好，第一个是他先手命中他的大军，再来是他在胖直接闪现进场压到他的位置的时候，他是闪现到这个四鸟区的后半段。那 IT 的其他队员我觉得做得很好，他们是瞬间回来先把这个吸血鬼给收掉。那我们可以看到，刚刚其实艾希在死前撑得非常非常久的一段时间了。这个团战我觉得 IT 打得算是蛮强的，因为这一波八龙的争夺 ，IT 直接。硬吃的话，只要能保持一下自己本身，哇，这边可怜了，直接被抓到厂长交闪现，对面跟闪硬点点死了，一个普攻补点把厂长点死在下路。厂长的锅可能要背了，这个算是蛮大的失误了，因为现在武打是哇，被撞了，已经交掉，被踢了回去 ，Dev 被留住，交闪现拉开位置没有问题，我还对阿闪踢了回去。一个伤害一波怪 ，Dev 的倒下之后，连胖也是死在自己的家里。哇，那这一波要准备结束了，倒下三个人 ，EDG 剩下 Miko 跟 Mouse 两个双 A 组合有没有机会硬守？看起来是没有机会了。ITD 怪卡战队来自巴西的 INTD 拿下了对上 EDG 的获胜，我们恭喜 INTD。而且我觉得。